梦想疯狂，这一次又怎样？他骄傲的少年，年轻的心里面。到了期末，然后我们都在图书馆学习。我们图书馆一共四层，当时我在看书，抬头一瞬间看到很多同学在走来走去背着书，大家就是一边学一边走，很认真，人也特别多。然后我就把这一幕拍下来，青春的一个纪念吧，让我也深受感染吧。想对学生说，逢考必过呗。